包的有点剪了我，这啥玩意儿啊？这啥玩意儿？这包的，它这劲儿不会这么小吧？虽然说三十多块钱我不能要啥自行车吧，但是说就是这两件有点小吧？啊，这花色算了，我不能吐槽什么，挺好看的，我满意。你能不能穿出来一点，就是可爱一点、少女心一点、正常一点的？这个还行，这个我能明显知道它是啥瑕疵，它应该是颜色稍浅了，应该会比它深。这是啥呀 ？Apple 柱子，看我就说不会是这个橘色系的，大橘大力。我觉得前面那些都已经是小 case 了。这是啥呀？我给我姥都得寻思寻思吧。看来我没有这个欧皇的手气了，咱们就是说这个盲盒太绝了。